ข้าบอกสู้ตอนนั้นตัวได้ไปจริงกี่ตัวนั้นอาเท้าต่างชิมได้กี่ตัวสู้ฟิลิปปินส์ยานิตัวเอใจหายจุดเจริญชีสิทั้งเสกไก่国家努力去帮忙伊求助帮战，和菲律宾的政府无贪污、无暴力，大家听心会当真紧到受灾的人遐，会当将个痛苦减到上少。也帮战遮受灾的人拄着亲人死失，内心艰难的求助安慰，会连甲因同在。先来祝阮台湾。生意人为了赚钱，予阮加足济，阮即马真惊遐个物件，伫阮所食个物件内底。主要求你怜悯，这毋是干呐因个问题，可能是阮每一个人个问题。阮为着家己个利益，有当啊有意无意，都予周围个人拄着伤害。求主帮助，予阮会当伫即个功课顶头学习，会当搁较考虑别人。会当更加顾着别人，毋是干那顾家己那只。阮今仔日会当无低半，身躯臃肿，到圣殿甲兄弟姊妹做个敬拜，感谢主，这是你予阮极大个恩典。阮既然来到圣殿，予阮会当所有个忧愁烦恼放落，予阮会当专心伫遮敬拜。今仔日阮所选出来顶落职事，也要伫上帝正人个面前誓约，来接受即个职分。求上帝祝福因欢喜服侍的心，求上帝保守祝福因的家庭，祝福因的事业，让阮在服侍的中间，愈服侍愈喜乐，愈服侍稳定愈满满。今仔日未当到阮中间参加敬拜的兄弟姊妹，无管什么原因，无管什么理由，求主有缘甲因亲近，有缘祝福因。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就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请咱三个起来吟诗俄罗上帝，新圣诗第159首。主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咱来吟全首。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天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以历史甲世界为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子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母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儿子，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个性个话，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予咱甲上帝和好。伊的性命就是圣神，降伫咱中间，修筑归咱，予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团体，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何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分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行甲受苦，来遮做五万一千个。阮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伫下面用虔诚、平安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归上帝，愿是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疆土来服侍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佮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字，破坏人万面甲上帝。
所以人就活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予人对罪中得到宽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真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咱游完徛立，三甲阿头同心做伙来祈祷。创造人类甲万行物的圣父上帝，为阮的罪过受死，搁活，赢过死亡，独交的圣子耶稣基督，以及保守阮当行正成天路的圣神保惠师，恳求你即时临到阮众兄弟姊妹做伙聚集的圣殿，拍开阮的心门，摒空阮心内歹的念头，予阮用清气。无下属的心神，甲无遮空的诚实，同心合意，伫你的面前阿乐敬拜，真多感谢甲祈祷。至诚佮充满稳定灵命的主啊，我欲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充满罪恶的本性，常常偏行家己意爱的道路。恳求主，予阮知影阮家己显明的，也是稳捌的歹甲过失，予阮每一粒忧伤痛悔。破碎的心，拢因你得到主，你用主爱怜悯来安慰伊滴。主啊，阮的厝边国家菲律宾受到大风台的灾害，地到非常严重的死伤甲伤害。求主怜悯安慰所有受灾的人民，也予当地政府甲国际社会支援的救灾恢复的资源。会当真紧佮有效来运用伫真正需要的灾民身上。主啊，我也迫切恳求圣神动工，伫台湾所有提供食食品原料佮加工生产食品的企业家的心内，予因无佮有欺骗诡诈，无佮有追求暴利的贪念，而也看对消费者权益佮健康应该有的良心佮责任感。感谢主，予阮伫临时合会顺利选出新任的中执，恳求主继续保守因带阮的教牧团队甲中执同工，予阮伫新的组织同工关系，以及所有要推动的侪侪事工，拢有主你智慧的光照阮，予阮重视每一位同工服侍主的贴心，较赢事工推动的眉眉角角。主啊！伫后年七月，阮的教务团队将要总辞，阮要将接任的教务团队的超车聘任，仰望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亲手为和平教会备办，你所意爱来带领教会羊群上适合的牧者。阮也要为着十二月二日圣诞福音晚会，甲十二月二日的圣诞感恩礼拜，所有筹备参与的同工祈祷。保守所有同工的心灵，予和平教会继续伫真侪万民的祝福的意象内面，超出犹阁伫外面流浪的浪子游魂，予阮通过和平教会这个稳定的门回家，返来主你的属灵大家庭。主啊，阮也要求主继续施恩保守南港地区开拓的事工，甲所有参与伫园丁小组的兄弟弟弟。予阮会当早日伫南港地区，佮拍开另外一片，邀请迷路的人回家，返来主耶稣基督的家的大门。主啊，伫今早起，阮所敬虔的罗伯蔡牧师，要佮一遍分享伊伫基督中所领受，对你来要带予和平教会的意象，恳求圣神教阮每一位兄弟弟弟，予阮伫新礼拜堂完工。新的组织同工就任，以及牧师团队无偌久就要总辞的情形下面，搁一遍同心做伙来敲锤，认捌主你所为阮备办对天顶来的意象，求主继续引带使用和平教会，正做福音的希望，掠着万民中每一只受过属灵流浪的虚只，阮有侪人安尼同心祈祷恳求。
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谢谢。咱三个来启言，启文第五十九，罗马书第十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求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求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有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遐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以上，下面献诗，今仔日希望诗班会带咱来献诗。
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迄日我去大马色的时，有得到遮个祭司头的权甲命令。王啊，我伫路上，日中昼的时，看见对天有光，赢过日的灿烂，为雷照我甲同行的人，愿拢倒伫地里。我听见有声用希伯来的腔口对我讲：“扫罗，扫罗，你啥事困着我？”你用脚踏起是艰苦，我讲主啊，你是一罪。主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总是你着起来徛，因为我挑伫对你出现，白色的米最切用、最干净的。伫你所看见我甲我所要出现予你看的事，救你出遮的百姓甲外邦人的手。就是现今找你就近因的来开因的目睭，予因对暗越到日光，离开撒旦的权势来归向上帝。对神，我来得到赦罪，搁得到基业，伫真神者的中间。阿基帕王啊，所以我无违约对天所显现的，就大声伫大马色，后来伫耶路撒冷甲犹太的全地。以及外邦，劝人着反悔来归向上帝，行代志甲反悔三合。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行的人。今仔日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天顶异象。来，这位大家平安。今仔日保罗有人掠去法院要甲判罪时，为着伊家己辩护，中间最后一句，伊讲阿基帕王啊，我安尼无违背对天顶来的异象，所以对保罗来讲，异象是对天顶来的。对咱来讲，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顶的异象？我想到马丁路德金，伊捌安尼演讲，伫1963年8月28日，伊发动一个游行。March on Washington， 底下伊讲一篇演讲，迄篇演讲真有名，影响美国，影响全世界。伊的题目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咱来听其中的一段 "I have a dream"。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Martin Luther King, he said, I have a dream. When I was listening to it, it was, I have a vision. Not a dream, not a dream. He saw it as America,黑人无妨看做人的款态，这不是上帝的意思。基态，伊为着讲这句话，伊让美国的政府甲伊监听，甲伊追踪，甲伊迫害，叫伊坐监，最后伊予人暗杀。这就是天顶来的意象。到底梦想、愿景甲意象是同款也无同款？我的了解，梦境啊，梦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囡仔。拢会当想的，无管安那，伊就会当想这个代志。愿景是每一个公司会当为着伊个公司敲出一个将来公司的价值甲伊个方向。意向是上帝想赐予伊个子儿，伊个人生要安那行，是一个足重要，是一个启示。所以，咱细汉的时，拢有咱个梦想。迄、那个梦想未受现在的约束，未受现实的界限，伊要想安那，就拢会使。我予咱大家来看哈萨克，遮有一个幼稚园，迄、那个老师甲遮个幼稚学生问讲：，恁将来想要创啥？咱看因遮个细汉囡仔梦啥物大梦 ？Балалар, сендер армандарыңы бөлісесіңдерме? Я. Мен суретші болам. Астанан суретін салам. Мен састанам болам. Састан әдемі болам. Бірі құдағалар бейші болам. Дәрігер болам. Мен қарышкер боламын. Қажалады тұрылғаста қалайды. Саят, сен арманың қанда? Мен біздер болам. Алдымен жем олықты тоқтастамыз. Бізді мұнай көп. Мұнайын ақшасына қаш кемезін соғамыз. Күнің ашығы еді, дәрігерінің жаласын өтіріңіз. Тағдан ұмас сізе. Халықтың саны аз. Сенің айырын болсын. Анне, 你了解无？你细汉的时候，感觉做这款的梦？你的头壳上着，让你任何的想象，你若讲啊，我将来要安怎要安怎，这叫做梦想。有的人梦想断起来就是无去啊，有的人梦想断起来了就实现。哦，看你有甲你的梦想定真落去拍拼啊无？啊，公司咧，公司咱中文甲翻作愿景，啊，英语同款叫做 vision， 叫做 vision 哈、哦。啊，这个实在是1900年代吼、哦，有两个斯坦大学的学者。啊，有趣味去了解，世界公司遐尼济，有诶开起来倒落去啊，啊有诶开咧怎啊老掉掉咧，那掉咧愈做愈好，啊因足爱了解讲到底因差伫倒位，啊所以就开始去调查吼、哦，全世界前500名诶，啊调查出来了后，应该因研究诶结果用社会学报告一本册，这本册影响全世界，这本册出来了后，大家公司拢咧开会讲到底虾米是我们的愿景吼。哦啊，你若去看台湾的所有病院，包括台大，包括天水坪病院，一定会写讲啊，这是阮的愿景。啊，这是公司为着要甲家己的公司的头前的方向，啊，公司会当继续经营，因所想出来。其中有18间，哦，这两个学者当作是上成功的。啊，这是所有员工大家做伙底下拍拼想参详所想出来的一个叫做 vision 愿景。这18间内底有一间是做药啊，叫做 Merck， 这是德国的一个药厂，伊是全世界第一间药厂，甲即马活甲足好，活甲足臃肿。
伊是345年久，1668开始到即嘛，经过世界大战，用这个药证要治嘞，愈做愈好。因的环境是啥物？啊，这是本册，这两个学者，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哈，这个 James Collins 甲 Jerry 啊 Porras， 因研究出来，这本册嘛有翻到中文，啊有趣味的人会使去看吼，这本册影响相当，这是一个啊研究出来的一本册的报告吼。啊，咱来看这 Merck 啊，伊的环境叫做 The Merck Way， 足趣味吼。耶稣讲我是道路，伊讲这是默克的道路吼。咱看因到底是什么款的愿景，什么款的环境？环境是会飞吼。这个人跟这个人至少头毛不同，毛亮
你看这个，你无感觉这是个药厂在广告伊什么物件？你感觉跟你有关系？伊讲，阮的公司就是关心所有的人，互你会当发挥你的特别的所在，互你的生命，互你的生活会当搁较健康、搁较水、搁较美好。这就是因公司的愿景。啊，什么是意向呢？今日咱要为圣经来看，保罗讲讲我无违背对天顶来的意向，这个意向是上帝的托付，上帝的启示。保罗无违背，就是伊顺服，伊甲伊的一世人放起咧这个意向的顶头。这句话，使徒行传26:19，阿基帕王啊，我安尼无违背对天顶来的意向。这个故事，保罗本来是扫罗。啊！伊感觉耶稣基督已经死啊，总是有一挂人咧传谣言，讲伊过我，所以就足受气，啊，就用伊的气力要甲遮个扰乱社会的人掠去关、掠去抬。伊耶路撒冷抬无够，怎安尼去法院摕一个迄个受官书，就直直掠到大马色。你若地图知影，耶路撒冷是足南边，大马色是足北边啊。所以伊为着要甲这间教会、甲这个传耶稣的人，甲伊消灭，伊真拍拼，无拍算。伊骑马到大马色的城，要入城的时，耶稣基督甲伊显现，迄就是伊讲的异象。伊讲迄阵是伫中道，总是迄个光比日头的光搁较光。故事是安尼开始的，对天有发光，所以这个唔是保罗想出来，唔是扫罗想出来，唔是伊甲一挂人伫遐开会开出来，上帝就安尼甲伊启示。耶稣基督用烛光来显现，这毋是第一摆，伊第一摆是带伊的学生，三个学生。去山顶，就显出伊阳光的时，圣经安尼讲，伫伊个面前就变现象，面明亮，敢若日头，衣裳洁白，敢若光。使徒约翰伫伯摩海书看到耶稣基督伫七个顶台的所在时，伊看到的耶稣的面貌，敢若日头发光，所以足清楚。扫罗所看到的异象，毋是啥物，就是耶稣本身。改天天，耶稣天天的是改对话。伊问扫罗讲：“扫罗，你怎样困着我？”扫罗有困着耶稣无？无，因为耶稣已经死，已经过我，已经上帝，伊是困着信耶稣的人。当时耶稣无甲讲：“扫罗，你哪会困着我的学生？你哪会困着我的教会无？”伊讲：“你哪会困着我？”都足清楚，耶稣认为。困着耶稣的学生，就是困着耶稣。哦，迄个恶道的感觉，你欺负着伊的小弟，你就是欺负我。哦，代表耶稣故意的教会，敢那故意家己感觉。所以认为安尼，你知影？迄、那个古约，但你三个朋友，因为无要拜迄个王座的金像，去用弹雷火炉的时，耶稣伫火炉内底甲因做伙伫遐。你要敢烧，就是要烧我。哦，所以做清楚。主耶稣是把伊的囝儿看作家己同款，安尼疼惜。耶稣嘛，甲伊学生讲：，讲你若甲一杯水，或一个祭品是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所以咱要知影，耶稣是认同世间上弱小、上大家上无注意的人，耶稣疼因疼到这个地步。第一句话：，扫罗，你怎样困着我？扫罗。想讲，我本来有困着你。第二句话搁较注意，伊讲你用脚踏气是困难的。啊，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哪有人遐戆，要用脚去踏气？即个为着讲到我去查，才发现咱翻做气这字字翻了，毋是盖好。咱是讲气啊吼，毋是，这是赶牛的棍啊，赶牛棍，伊的英语叫做 goad，G-O-A-D。啊，因为这个赶牛的棍啊，为着要赶牛。伊个棍仔尾会晓尖尖，牛若毋行，伊是着甲吐牛尻川叫伊行。啊，若行歪去个时，叫伊行，伊行这边个时，伊个有搁一个歪个圆圆个物件，这嘛尖尖，伊着甲托咧，甲讲这毋对啊。所以这支刺是要指导你个方向，叫你爱往对个方向去行个一个帮助牛会当完成伊个使命，一个足重要个物件。啊，迄牛有当啊去哦，迄主人也咪吐，尖咪吐，遐起毛歪吼，迄牛脾气来个时吼。哎，牛脚怎啊甲站去吼？啊，你想看麦？牛脚站迄支刺啊，结果是安那？搁较重，搁较艰苦。安尼讲对无？迄尖尖的物件，本来主人哦，袂，甲你怎啊扣咧扣咧尔？
伊家己较大个代志是，伊搁较疼，甚至会流血。所以伫遮拢看到耶稣基督，毋若疼惜教会，伊也疼惜迫害教会啦。伊甲扫罗讲：“你用脚踢即个赶牛棍啊，是你的着伤，毋是我的着伤，毋是教会的着伤，是你的着伤。你教导爱安尼。”所以耶稣基督毋若疼惜迫害教会，伊嘛疼。迫害教会这个扫罗，伊讲你安尼是困难的啦，安尼，食苦是你家己啦，吼、哦，你要趁这个尖尖的物件，你都唔爱趁，这唔是要甲你害，这是要甲你带呢，互你行去对的路，你那就爱甲这个对抗。啊，这我找到一个，这个就是迄支赶牛棍啊，吼，啊，因为足水吼，恁看袂清楚，我改放倒，恁看，恁就知影我咧讲啥吼。头前吐骨卡村的吼，啊边啊香饼吼。伊即马来歪这边，伊就甲靠这边，啊歪边靠这边吼。啊，赶牛的这支足重嘛，是要甲牛赶伫这个对的方向。传道书安尼讲，智慧的人的言语，敢若刺棍，这个刺棍就是讲，哦，就是有尖尖的棍啊。事实，迄是要甲你带领，要甲你带去对的路顶头，唔是要甲你伤害啊。你唔爱甲踢，你听伊的话就对啊啦吼。伊叫你刷，你就刷着，安尼你就行了正确的路吼。以赛亚书也有法甲以色列人讲讲，恁敢着爱家己来趁我咧？你会着伤啊！伊讲恁安尼，大概着背日，互我拍，恁已经满头痛疼，全心拢昏，拢咧昏起来，恁敢着爱安尼？所有的老母看囝儿唔对，做唔对的事，该拍落去的事。老母的心比囝儿的身躯更加疼，你捌听这句话无？叫做打在儿心，疼在娘心啦吼。我想伫遮看到上帝嘛疼歹人，疼这个咧迫害教会的人，讲你敢着安尼来互家己叫做自讨苦吃啦？我是要甲你讲一个对的方向吼、哦，我已经试过我要甲这个下罪稳定互所有的人，你较着爱一定来反对这个咧。安尼了后，扫罗就甲这个献献的耶稣讲：“主啊，啊，我着做啥物？”伊讲：“我毋是要互你去讲，讲你有看到耶稣，我特别甲你献献，是要交代你一个使命。所以异象一定带来使命，马上就接来。”伊讲：“我特别甲你献献，要互你来服侍做祭司，啊，互你来做见证。你要记摩西。”替伊个丈人伫旷野咧饲羊的时，妖花改现的，异象改现的，是用一个刺皮火伫遐烧，总是马上就甲讲讲，我予你看到我，毋是要予你去共电，是要派你去法老王，甲我的百姓为埃及带出来，所以异象就带来使命，这是摩西。咱看以赛亚伫俄西亚王死迄年，伊去圣殿伫遐咧祈祷的时，妖花予伊看到异象。看到耶和华本身，讲俄西亚王放的迄年，我看见主坐伫高高的宝座顶，总是毋是要让去人顶啊？听，甲伊讲，我会当找什么人？这百姓已经五亿，已经拢离开我。伊西亚讲，我的嘴无清气，伊发现家己的无圣洁，天使甲伊用火炭甲伊撞清气，然后就伊西亚讲，我欢喜你找我，所以异象。就带来使命 ，vision would lead to mission。伊的使命足简单，要伫黑暗中的人，因为听到福音，会当为黑暗行去光明的所在。因为信耶稣，罪得到赦免，会当得到自由，得到上帝恩典，迄是保罗的意向所带出来的使命。所以伊敢甲阿基帕讲，对迄日开始到今仔日，我拢无违背，我的做人完全改变。就是要将人为黑暗中，因为耶稣福音，给他带到光明的所在去。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安尼讲，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给咱带到爱主的国度。咱受拣选，咱成做祭司，咱成做圣洁的国度，就是要，让咱会当宣扬，给咱带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所以咱今日对。做了伊的这个经验，咱会当学习。印象唔是囡仔家己底下想安怎就安怎，唔是公司所有员工底下讨论出来。印象是上帝、神主甲咱启示，是对天顶来的，
对咱的上主来，你记阿伯拉罕、耶和华亲自甲伊启示。这个事了后，耶和华伫异象中有话对阿伯兰讲，所以异象的起造者、异象的起始者开始的是上帝耶和华本身。彼得伫遐咧传福音传予希伯来人的时，上帝为着要让伊开始传福音去外邦人的所在，让伊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大地步，内底有各种的动物。犹太人有得清气无清气，哎，上帝讲我掠做清气的，你莫掠做无清气。啊，这个异象是圣灵，是上帝亲自甲彼得启示的。异象的本身是予咱对上帝，也是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所罗所了解的耶稣是一个庄稼人去用判死刑的人。总是今仔日看到国外的主，伊知影讲，伊毋是干那安尼那听。伊讲过去我用外貌来认基督，今仔日无安尼。所以异象主甲咱显现，互咱对主有新的认识，互咱对咱家己有新的认识，嘛互咱的自我开始因足大的变化。做了怎个甲所有拢看做有顺认识耶稣基督做伊的至宝，因为看到上帝。因为对上帝有认识了后，伊看到家己，伊个家己嘛完全的改变，所以异象会乎看到异象的人，规个生命产生一个真正面的转化 （transformation）。扫罗的名，因老爸改号的，这是希伯来名，伊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叫做扫。总是伊看到异象，来讲我要找你去外国人。去罗马帝国，伫遐传福音时，伊个名就改，无阁叫扫罗，伊改做保罗。保罗是拉丁话，保罗的意思是上帝。伊本来认为讲，伫犹太人伊是上大个，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伊是无通嫌的，伊是一道的。总是伊有异象改，也所改显现了后，伊知影伊家己是所有的四大类上帅、上袂堪进。所以足趣味，即、這个保罗。伊讲我不配，我是使徒中间上小，这个上小就是破就是最小的啊。因为我已经迫害上帝教会，今仔日行做这个人，为着信仰被迫害，这是上帝恩典。我已经是亵渎上帝，被逼人侮辱人，今仔日蒙着上帝恩典，迄什么恩典？伊变做互迫害，本来是迫害人，为着这个信仰，即卖为着这个信仰变做互迫害，伊个人完全改变过来。所以 from Hebrew Saul to Latin Paul， 这是一个完全改变。上帝给伊异象带来使命，可以完全变另外一个人。所以讲异象会带来使命，已经被抓去法院啊，伊嘛伫遐要传福音，毋忘这个法官，因为伊的见证会当信耶稣。所以伊甲阿基帕王，啊甲这个菲斯都，啊甲这个尤尼基，伊伫恁面前。带着伊的锁链，好大伫遐做见证。你会记哩？伊带伊的宣道团队啊，到这个小亚细亚，唔知要去倒的时，上帝给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伫遐来讲，敢袂当过来给我们帮忙。所以这个异象就马上带来因的使命，因就甲规个团队带去澳洲，基督教是安尼，为亚洲传到澳洲去。这个使徒约翰，伊伫伯摩海岛看到。各位主徛伫这个顶台中间的影像，唔是无代志。耶稣讲，你所看到，你爱写起来。所以今仔日咱才有启示录这本册。所以影像会带来使命。保罗管理讲的是，伊讲我看到影像了后，我规个人变啊。我感觉基督是我的至宝，我要顺服天顶来的影像。请问兄弟姊妹，你敢有去予各位主？甲你启示过，你的人生敢有异象？箴言讲，讲若无异象，人就放肆。因为无一个方向，无一个上帝启示，咱就照咱家己意爱去行。咱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虽然受洗，阮虽然是做基督徒久久，总是阮有当啊，嘛是照家己所爱的四过行。主啊，阮期待阮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你做阮的异象，你牵阮的手，你用你的
歌舞的军啊来锻炼我，我欢喜幸福伫伫锻炼内面。安尼，我呢一世人就要予耶稣基督的听来转化。我呢一世人会伫主的手内面，正做最侪人的祝福。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歪头仰望主耶稣，我上来是上尾句，当予主阳光的光照到了后，世间的代志拢不要紧，拢无虾米重要。咱站起来吟好无？歪头仰望主耶稣。伤害自己，恁敢唔对我来行？我会予你一个新的方向，予你规个生命改变。咱为家己祈祷。啊，你感觉虽然你做基督徒久久，你还是照家己的意爱四过行的时，求主正做你的影像，求主带领你的方向，予你行一条伫主的面前，唔若得到主的稳定，也予别人因为你会当得到主更加大的稳定的一个人生。咱阿头为家己祈祷。感谢你，你的疼在这里教会，你的疼在这
呼召做阵遐个姊妹，今仔日欢喜来领受执事甲长老的职分。阮无爱照家己的意爱去行，无管阮做兄弟姊妹、做会友、阮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阮意爱阮整个的教会是对这个国外的主领受到影响。主啊，求你让阮会当亲眼看到国外的主迄个慈悲的面容，会当影响阮，无管处理教会的代志、家庭的代志，无管处理阮事业的代志，阮是有主做阮的影响来锻炼阮、改变阮。予阮所行所做，讨主的欢喜，也会当予侪侪人透过阮领受上帝搁较大的祝福。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咱做伙用奉献来回应主耶稣基督，予咱和平教会的弟兄，咱请苏贤来谈讲。奉献是要用淡薄的金钱来伫只表明对上帝回应上帝对阮每一个人的恩典，所以你若对奉献的意义无了解，请你唔免奉献，不要紧。下面伫报告的台上，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有足侪新朋友，还是亲戚吼，来到伫咱甲第二堂的礼拜中，甲咱做伙来敬拜。首先我先想要介绍，有应该是两对翁仔某吼，是咱新的行政部的财务组博全执事吼，也就是阮快当工吼，因为今仔日因为执事要就任吼，所以博全的妈妈、甲爸爸、阿哥、阿哥、哥丈，拢有来到咱遮，欢迎。爸爸是张忠达兄吼，妈妈是叶丽华姐，哥丈是蔡成昌兄，阿哥是张丽梅姐，欢迎。好，佮另外有一家人吼，远从巴西来的吼，是恩慈姐以前伫巴西共一间教会吼，巴西的牧羊教会庄守进
双手敬胸，转给欢迎。好，下面一位是一个小女生哈，她在读高中哈，陈婉群，婉群姐。啊，伊是李艺信的朋友。啊，艺信到底家？艺信无。好，马进发言。好，啊，那么唔管咱的少年团去的会长还是副的，会当来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少年团客。好，另外是对啊美国回来哈，回来台湾探亲是张敦凯。好，伊是咱世间执事，世间执事的李拉。好。发言。好，各位几位新朋友，是冠如姐，冠如姐说啊，传来的朋友哈，林翠梅，林翠梅姐妹，刚我底下，啊底下哈，啊冠如姐你这边哈，好，金欢迎啊，各位黑衬哈，看等下咱组会刷哈，咱伫地下室有准备爱餐哈，啊咱家所有的新加朋友，咱的新朋友吼，会记咱邀请因到地下室吼，落去迄个有迄个铺迄个足水的迄个桌布的迄个所在吼，迄是专门为着新朋友的座位吼，迄是 VIP 吼，所以咱老的朋友，迄个 VIP 保留吼，给因来用餐吼。好，下面咱来报告，我想报告进行，咱先请创歹势，先请詹牧师来报告咱啊圣诞节暗会消息。老兄弟，大家平安！啊，伫即搭只要甲大家来介绍吼，有关咱教会伫十一月二十一号吼，啊，即、這个圣诞节暗会的一挂消息吼。啊，第一就是讲吼，咱真唔忙讲，咱的兄弟姊妹，大家人拢会当伫即个十一月二十一号迄天吼，咱家己嘛会当来参加即个圣诞暗会吼。啊，因为即个暗会即个表演的节目吼，是一个戏剧，啊，即、這个戏剧我相信对咱真侪兄弟姊妹拢会当。啊，搁一届来思考反省咱的信仰吼。第二真重要就是，毋茫讲咱会当把握这个机会来邀请啊福音朋友来参加吼。啊，咱知影吼，伫一年中间吼，上容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吼来参加教会聚会，就是圣诞节的节期吼。因为咱台湾人吼，啊是其他的人吼，拢会感觉讲圣诞节就应该去教会吼，啊去教会看卖下吼。啊，所以伫圣诞节这个时间，你讲，我伫圣诞节的暗时，我有一个表演，欢迎你来参加。一般的人吼，拢吼，伊时间上来塞吼，通常拢会甲你答应哦。啊，所以呢，请咱兄弟姊妹把握这个机会吼，伫今年的圣诞节的时阵，来邀请咱的亲友吼来参加。啊，为着要帮助咱去邀请的时阵吼，咱教会有特别做一张库卡吼，伫顶礼拜咱教会的周报内底有讲吼。啊，这张库卡吼，伊的设计是一支锁匙吼。啊，这个锁匙吼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这是一支回家的钥匙吼。你要注意，这个卡片经常是写回家吼，就是唔盲讲哎，咱送伊这张卡片，内底这支锁匙是予伊会当有机会转来到上帝家吼。第二，这支锁匙是唔盲讲，咱的主耶稣基督借着这支锁匙会当来打开伊的心门吼。所以这支锁匙有这两个意思嘛。总是你搞这支锁匙，你那个冰柜安尼看，伊好亲像是一支十字架吼。啊，这里是列就是五万公，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入到伊的心中吼，和伊当来接受耶稣吼。啊，所以这个库卡伊的设计有一真特别的意思吼。啊，五万咱的兄弟姊妹吼，咱教会有印两千份的这个库卡吼。啊，咱让尽量吼，伫等的聚会散了以后，去咱的一楼吼，咱的迄个 BB 关怀站迄搭遐，咱有准备这个库卡吼，会当予咱去邀请咱的亲戚朋友吼，你有想要？邀请几个人来，你就摕几份吼。啊，摕到了以后，你要甲这个库卡送给伊的时阵，请你为咱的这要邀请的新朋友来祈祷，愿上帝最甘吼，伫因的心上安尼。好，以上简单报告，好，多谢大家。好，下面咱来报告其他事项吼。来，咱看咱头前的投影片，也是咱周报的第三面。啊，第一条就是敬请咱参加第二堂礼拜第三楼的会友，尽量来坐你头前吼，因为咱定伫四班头前，遮拢要足侪空位吼。
啊，地高讲较慢来的，还是讲较形容较无好，变咧找无位通坐吼。我想唔拿三楼啦吼，四楼咱是不是嘛养成一个习惯？咱较早来，咱对中向两边的走道来坐吼。啊，无伫礼拜时，咱定来看讲啊有新的人来，咱就伫四楼底下咧波浪舞吼，大家咧徛徛徛徛徛徛吼。我想对新来较晚来的，还是咱已经来的人吼，拢较不方便，咱尽量养成这个习惯。第二点就是咱伫今仔日有新任的中级的就职，啊，伫较等咧，咱第二堂礼拜煞，吼，伫遮咱要举行就职的典礼，啊，要翕相吼。啊，另外今仔日下晡一点伫五楼，吼，地点是伫五楼吼，甲以前无同，啊，请咱所有新旧任的中级会记来参加吼，新中级会伫五楼。第三点，咱的泰泽祷告会已经伫顶礼拜开始啊，吼！啊，伊的祈祷会时间是每礼拜三十点，透下再十点到十一点。啊，地点是伫约翰馆的祈祷室。啊，咱欢迎兄弟来祈祷吼！啊，第四头都已经报告啊，吼！第五啊，若要参加第十二会分洗礼，甲其他教派要申请专职的兄弟。啊，并且爱出席洗礼班、甲小会门道队，吼、哦。啊，时间呢是上课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拜五甲拜六，暗时七点三十分、七点半，地点伫六楼夹层，吼、哦，零三六 M 零三的教室。啊，讲完是李静静牧师。啊，搁一边提醒，若要参加这边洗礼，啊，伊也是讲其他教派要专职的兄弟，一定爱出席，吼、哦。也欢迎吼，虽然讲你这边可能无要洗礼，也是讲无要专职，啊嘛欢迎你会当来参加吼。对基督教的教义想要进一步了解嘛，欢迎你来参加。另外，问到你的时间是十二月初一，主日下晡一点半，地点伫六 F 零三。好，以上报告吼。啊，另外其他的消息，各委员会啊教界也是文件的消息，请咱家己来过吧。啊，若有啥问题，咱会当来办公室啊来问相关的同工。因为咱较等下要进行中级的就职典礼吼，所以咱就无时间予大家请安问好。咱把这个请安问好啊，刷去伫咱较等下用爱餐的时间吼。咱做伙起立来吟上联。圣诗五百十首，何乐天顶主宰。吟诗煞，请蔡牧师带咱祝祷。上帝的疼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感动相通，甲咱每一个同在，予咱对国外的主领受咱人生的影响，对这条起，一直到主过来的时，阿门。马上要举行中级的就职典礼，请大家留步。Thank you.
现在咱就要来举行新任长老的奉礼，甲下任长老的受职。啊，咱今年有一个新任的长老，就是林世光长老，有六位下任的长老：王伟华、高建仁、林明洲、高正杰、柯信如、萧玉如，请这几位长老到台顶来。咱请世光长老站伫正中吼。请来台顶，叫我念的顺序：王伟华、何建仁、林明洲、高正杰、柯信如、萧玉如，请伊的相片，咱徛一排。OK。在旧约的时代，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设立长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新约的时代，使徒嘛设立长老来牧养教会。今仔日，世光、伟华、建仁、英州、正杰、信如、玉如，因几位接受上帝呼召，透过兄弟姊妹的推选，欢喜来就长老的职。咱来听下面圣经关的长老的勉励。保罗有勉励教会的长老讲，要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人客、熬教导，无因为酒惹代志，无怕人，温和，无杀鸡，无贪财，爱管理家己的家，互家己端庄顺服。彼得嘛勉励当时教会的长老安尼讲，讲要爱牧养在恁中间上帝羊群，照上帝的旨意来照顾。不是出自勉强，是出自甘心；不是出自贪财，是出自乐意；也不是合作所托付恁的，是爱做羊群的牧羊。今仔日世光长老是奉礼，所以我会甲所有的长老誓约以前，爱先问世光长老。林世光，你现在要领受长老的职分，你敢有确实这是上帝呼召？下面的问题要问所有的长老，恁敢有确信新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信仰甲生活最高的准则？恁敢有要接受使徒圣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欢喜遵守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恁敢欢喜尽长老的职分，颁赞牧师牧养上帝羊群，伫灵修甲生活做羊群的模样，恁敢欢喜安尼行？会友请起立，会友的誓约，恁已经有推选林世光、王伟华、何建仁、林明洲、高正杰、柯信如、萧玉如这几位，正做咱教会长老，恁敢有欢喜顺服因的带领？因为着恁的信仰着磨，恁着爱甲因尊重、体贴，常常替因祈祷，也着爱帮助因，互因会当尽长老的职分。恁敢有约要安尼行？关于教会特事，若有啥物失策，着爱报请小会处理，毋通四界宣扬，妨害教会。恁敢有约要安尼行？好，因为世光爱奉礼，所以请世光长老，咱先跪倒伫遮。请所有的长老，包括下任甲现任的长老，咱来甲伊换手祈祷。请所有的牧师、长老即马上台，咱甲伊围礼。请咱大家开声来为着世光长老来祈祷，甲伊换手哈。亲爱的主，
今仔日林世光跪伫你的面前，欢喜领受长老的职分，恳求圣神充满伊，赏赐伊服侍恩赐，也帮助伊的活命建满圣神的果子。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拢是我靠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请世光长老做回应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耶稣基督赎罪恩典，我亲像是破碎土的器具的我，做蒙恩的子子，但领受你的呼召，做你的差遣，愿主在我生命中坐永远的宝座，时时用你的面光照我，用你的手引带扶持我，行在你所欢喜的道路，以奉主的名的家甲天父的国度，尽心服侍你甲你的子民，直到见主的面。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即马请刷入的长老，咱做伙甲世光跪伫主的面前，咱要来祈祷。亲爱上帝，林世光、王伟华、何建仁、林明洲、葛正杰、柯信如、萧玉如，因几位兄弟今仔日欢喜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誓约，求主你监察，求主你看应，甲合一的灵享受伫阮的中间，予阮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予阳光归伫三一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起立。宣告，我奉三一真神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平教会小会的官兵宣告，今仔日林世光、王伟华、何建仁、葛正杰、柯信如、萧玉如，因几位已经接受长老的职，才会当成做和平教会长老，甲牧师三甲同心来牧养教会。阿门。咱请所有现任的长老牧师啊，来五家的长老，甲因握手。咱请会友请坐，咱拍鼓啊，甲代表欢迎，请长老上好转。恁好，恁会友。来，咱率任的四位长老徛伫遮，所有现任的长老来甲伊握手，代表教会欢迎。下面咱要举行所有的执事的受职，包括新任甲续任的执事。咱今年有24个执事，所以我念着你的名字时，请起来台顶来徛，会当徛两排、三排，不要紧吼。王德义叫着你的名，请伊就起来吼。何建信、李宜良、沈月莲、林如林、柯宝银，请徛起来台顶。柯宝银、徐仁全、张博全、周木江、柯信灿、陈妙英、陈依信、陈祖江、陈金辉、黄连锦、黄慧官、温陈秀英、温秋菊、赵国玉、蔡浩银、张良杰、郑灿仁、萧家伟、贾家银，请拢起来台前来徛吼，徛三排无要紧吼，徛较头前就是啦。咱有24位吼。摩西啊，有设立长老，啊嘛有设立迄个利未人吼，帮站长老来处理会幕的事工。伫新约教会嘛有设立执事，执事是要帮站长老来推动教会的事工。今仔日咱教会啊，为着事工的需要，咱有设立选举啊，恁24位
要来接受执事，请听圣经有关执事的勉励。要做执事，就要有好名声，和圣神充满，地位充足。保罗吩咐提摩太，关于执事的做人，就要端庄，唔通一个嘴两个字，唔通爱饮酒，唔通贪不义的钱财，就要存清气的良心来固守真道的恶弊。执事的誓约，今仔日王德一、何建信、李宜良、沈月莲、林如林、邱宝莹、徐仁全、张伯全、周木江、柯信灿、陈妙英、陈义信、陈祖忠、陈锦辉、黄连锦、黄慧官、温陈秀英、温秋菊、赵国玉、蔡浩仁、张良杰、郑灿仁、萧家伟、谢家银，恁这几位已经透过教会兄弟的推选，上帝的呼召，欢喜回应来担任这事的职。恁若欢喜，就要诚实回答下面的问题来誓约，请恁大声来回答。恁现在要领受这事的职分，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恁有确信新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咱的信仰甲生活最高的尊敬吗？恁有接受四道圣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欢喜遵守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吗？恁愿意尽职事的职分，颁赞牧师长老来处理教会的圣工，并且伫灵修生活顶头做羊群的模样，恁敢有要安尼行？会有谁哦？会有请起立。恁已经推选这24位的执事来成做教会执事，恁敢有欢喜接纳因的服侍？因尽忠服侍教会的圣工，你就尽力给伊帮衬，给伊鼓励，常常替因祈祷。恁敢有约要安尼行？关于教会特殊，若有啥物失策，就要报小会来处理，唔通四界报扬来妨害大局。恁敢有约要安尼行？会友请坐，咱接下来祈祷。亲爱的主，这24位兄弟是你亲自呼召，透过兄弟姊妹的选举，应当欢喜接受，因搁伫你的面前誓约，求主监察，求主保守，保守因的言行举止。保守因的家庭事业，加添因智慧甲温素，互因有毅力来完成教会的圣工。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拢是我靠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起立。我奉什么精神的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平教会社会官兵宣告。王德一、何建信、李宜良、沈月莲、林如林、邱宝莹、徐仁全、张伯全、周木江、柯信灿、陈妙英、陈义信、陈祖忠、陈锦辉、黄连锦、黄慧官、温陈秀英、温秋菊、赵国玉、蔡浩仁、张良杰、郑灿仁、萧家伟、谢家银，这24位兄弟今仔日。受职正做和平教会执事，通帮助牧师长老处理教会各项的圣工。阿门。咱请向后转，可能小夸三排小夸离一下吼。啊，咱请现任所有的即马的长老，包括他拄啊就任的，甲牧师代表教会，甲因欢迎。
因为时间的关系，因的任命书我就请干事，等下再找时间啊，再呼应吼。咱同心来祈祷，啊，恁继续欢迎吼。咱同心来祈祷。你要上帝，你自古早到今仔日，一直咧超侪肯服侍的人。感谢主，即逝你有鼓励阮的兄弟姊妹欢喜出来服侍。我望上帝。主耶稣，你成做因的形象，互因的服侍是有主来带领因的方向，互阮规个教会伫因的同心服侍下面，互整个的教会搁较得主的疼痛，搁较成做万人的祝福。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咱的就即礼到遮为止，因为第三堂的礼拜就要开始，啊，咱就尽量赶紧离开遮，啊，就去下骹食饭。